古德就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啊，尤其是藕益大师也说过这个话。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它在奥藏密水境界上，是九法界众生是不能理解的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。这是这个法门全体建立在佛的境界上。所以佛佛之间才能理解，才能宣扬赞叹，才能够流通，就是登地菩萨都不能知净土法门事理因果性相的少分。所以通过华严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披，堕于文殊普贤善财童子，乃至于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，都成为上根立志立器的这些人，那净土法门都能够总摄无有遗漏，这些人都要念佛求生净土。同时，净土法门又能够摄人天六道，拒缚凡夫。所以《大集经》云：“末法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处在末法，一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就是很多人在这修行佛法，但是难得一个得道。这个得道就是至少是断见思惑，证阿罗汉了，这叫得道，还不是悟道哦。没有得道的人呢，没有正果的人呢，所以这个末法的时候，唯一就是依靠念佛法门来度生死苦海，再加上我们看观经，那些忤逆十恶的罪人，即将下阿鼻地狱的人，也唯有靠念佛一法，顿然横超。所以从大集经和观经来看，那一切人天六道，具足烦恼系缚的凡夫，也在净土法门当中总是无有遗漏。